来，牛骨髓来了，这个牛骨髓漂不漂亮？老过瘾了，这一勺子。哎呀，这真多呀！放我那里了啊，给我放了，这不没的。我录视频的呢。上次少没够吃，这次又吃拿住了，这个太多了。这骨髓才几块钱一斤，没有必要做假。这回吃的一把能挺四五天不馋呢，上头了。麻辣牛骨髓，我特别喜欢吃上面的筋。哎呦，也叫上头神器呀。你们是几点看到这个视频的？太香了，就喜欢吃这上面的筋。牛骨髓，好长时间不吃。
牛骨髓。烤牛骨髓，这是我自己上市场上亲自看老板割下来的牛腿，不是在网上买的那个鸡蛋糕。满满的全是油，那老板跟我说了，这个东西不叫牛骨髓，这个东西就叫做牛骨油。看着油，好辣呀！
牛骨髓。哇，好香！进来的家人们，双击关注，走一走，谢谢。这个凉了，不能浪费呀，大贵贵。